哎，你好，咱们家这个烧鹅给我来两只啊。我这里没有烧鹅啊。那你们切的那个烤的是什么东西啊？那个是烤鸭。上两只，不用切。就你们两个人吗？那我吃完了怎么办啊？正常买单。我的摄影师有钱，那咱们家那个年轻的摄影师上一课吧。我祝你走路像只鸭，今年一定发。好，咱们这个鸭子已经上来了，咱们第一口老样子，粉丝先吃。来给年轻的摄影师上一课吧。这一块呢，就是整个鹅最好吃的部分。鸭，鸭，就是那个嘎嘎嘎的鸭。不要问我为什么闭着眼睛吃，因为我的眼睛真的很小。看彭于晏是怎么吃烤鸭的。不完美。这个鹅真的是好肥呀，还有点糊嗓子。烤鸭没鸡呀。给大家看这个鹅的屁股，三块二一克的烤肉，吃到爽要花多少钱？今天来这家烤肉店啊，很多明星都来打过卡。据说他这里头有一款烤肉，三块二一克，味道到底怎么样？出于这个好奇心呢，大 logo 带你们尝一尝啊。这是很多明星的合影是吧？哎，这不是贾玲姐吗？你们两位有房间吗？聪哥，你咋在这儿呢？大 logo， 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你这干嘛的呢？过来拍点视频啊！探店呢你啊！我那一块呗，一块吃呗。这不好吧？来吧，对，就喝一口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偶遇到了电影男主角，其实要是女主角就更好。哎，今天这样，我安排，我安排。你抢不过我，还是我安排。那你要这么说，我就不客气了。本来还以为你要宰我。M 十二现切的和牛，一会儿拿过来咱们现切。这个三块二一克，烤大扇贝78一个的这个来四个，168的这个日式烤斑鱼来两个吧。喝啥酒啊？坦西呗。720毫升的这个二锅三分，1488，咱来一瓶。720毫升少吧，来这1800的吧。1800毫升这个，2800的这个，来这个。哥，是你花钱，安排你一次，我不得安排明白的呀。事儿要不不办，要办就办到位。喝不了你打包带走。那就来这个，2888。我都替你心疼。哎呀你好，钱就剩30天的 M 十二和牛，切多少？两指厚，怎么样？那咱们就两指厚。哎，别。两指厚，别，咱就两指厚就行，吃货手一抖，聪哥钱包犯了愁。417，3.2一克，1000多块钱。做了他，哎呀，就他吧。这块肉真的漂亮，哇塞，你咋这么有钱呢？我的职业是法师，我能变钱。你好先生，这是为您准备的海胆手握。这什么海胆？满分海胆。那做了我也不懂。这搁这么多海胆，做啥不好吃？那我就不客气了，海胆手握啊。赶快再做一个，你尝尝。嗯，有把子，有打架去，非常爽。它这个海胆真的不错，比较甜的口味，一大口吃进去，米饭就是配角。这是鹅肝手握，这个老香了，我吃过。这鹅肝真不错的，过瘾就完事了。咱们这个菜也上齐了啊，下一条开吃，爆赞。哎，鸟老板，是您给我发的私信让我过来给您上一课的吗？没想到你居然敢来啊！那我可能是有点多呀。在吃这方面，我谁都没怕过，我就是那年轻不怕死的老板，随便吃啊。那我要吃完了怎么办？吃完了，这个星期的流水全是你的，拿走。那你要是吃不完，你得给我穿一个月的串，行不行？那行吧，咱们给年轻的老板上一课吧。快给我上一课。老板是通过私信给我发的消息，那他应该是我的粉丝，好吧？来，粉丝先吃吧。嗯，粉丝吃到了，倍儿棒。今天我就在这儿，我看你吃。那今天我就在这儿，我吃你看，没问题。嗯。
哇，今天这个酥肉真的太棒了！你们吃穷过呀？咱们这个店的这个装修，就吃几串酥肉能吃穷吗？小豆还有吗？有。哇，真没想到这个骨汤里真的是有个大棒骨啊！看来这个汤是非常有营养的。如果大家这个点赞超过300,000的话，我就干了这碗汤。老板你呢？你干，我也干。大家看，它中间这个骨髓是可以吃的，要不是这个骨头太硬了，我指定把这个骨头得吃了。老板你呢？你吃，我也吃。好帅！好，咱们今天这已经吃完了，大家千万不要像我一样，就是给老板又上了一节课。要不是我嫌串串麻烦，高低给你上一课。谁不知道吃点东西呀、啊？